这是什么牛排？是乐眼牛排。乐眼。对。几分熟？五分熟。五分熟。对。哎，你们排餐还不错。嗯。排餐还不错。排餐好吃吗？还可以。六七分可以来了，好。你一次下这么多块，这个两块要走了，一分都要先走。好。这个熟度就比较不好掌握吧。对，这个要靠感觉了。靠感觉。靠技术经验。